气功乃经遗产，是北京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直属功法。功法介绍它的特点，不要易手，不要入境，强调动作姿势的准确，练功的目的提高免疫力，开发我智慧，减少医疗费，个人少受罪，家庭少连累，有利于社会。它分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普及功法，第二部分是快速得气法，第三个部分是提高功。现在由我来演示本功法，是江苏苏州人邱老师所传，我是他的弟子，叫王瑞听。先做热身法，是准备活动。腰膀子出右腿弓步，腰背好似车轮转，主要是治疗肩周炎，打开气门，由慢到快共做20下。它的侧面动作下一级动作摩肩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它主要是同六关，肩肘腕胯膝踝按摩内脏，治疗肩背疼。预备，手心朝外，这是一个平面，转腰以后呈90度，缓缓在胸前提起，这个肘超过头转腰，右手这一下下滑，顺着肾腧的位置，以腰为轴心，它的背后动作上体保持正直，不准臀部举起，手朝过头。下一节毛洗脸，主要是打通带脉，左脚重心落在后面的腿上，预备，缓缓下降，转腰，坐10下，换腿，下一节舒压丹田，主要是挤压你的五脏六腑，对消化系统有疗效。向前半步，预备，左手在你的右手的少海穴下面，动作把缓缓拉下，
手提起的时候吸气，鼻子吸，下来的时候腹式呼吸，换左腿吸气呼气，渐渐加快速度，哼，吸气呼，下一节踢胆田，防止你内脏下垂、胃下垂、肾下垂。左弓步，前腿弓，后腿蹬，预备，手背向靠，眼睛看着前方，缓缓向后，本来是弓步，两手往后一张呢，变成虚步，抓拳，捶一下，猛踢，两个拳心朝外，左脚在前，左手在前，一拳的距离，吸气，呼气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共做七次，右腿。下一个动作，拉丹田，又叫扁担，主要是治疗颈椎和腰椎的毛病。左脚上前半步，重心落在两个腿的中间，两手持平举，眼睛看后面，手心共做十次。翻掌，下蹲，两背顺势转背扩胸，你看后面手心，换腿换手，两脚要求站如钻，两脚不准移动，定在地下，下一节搓丹田，又是本功法的吐纳功，对呼吸系统有疗效，咽炎、气管炎、肺气肿，同时也是一个防癌的好措施。左脚向左一大步，左手贴在膝盖上，右手手提起时候吸气，手推下去的时候呼气，它是腹式呼吸，吸呼，
要求戏人生长共作其次，换右腿右弓步，下一节取丹田，右脚五牛摆透，左脚向左一大步，两手在胸前，首先放松一下，自我灌气，左手向下，右手反关节，作为一个支点，向右去的时候右腿弓左腿蹬，平面下降，该动作左右见咬不胜，自然呼吸，下一节是本动功的整理动作，叫磨丹田，右脚磨豆腐，右脚向前一大步，左手手心朝下，一脚尖为磨盘的一个中心为轴，眼睛看在你的上老公手背上，向外五次，向内五次，小腹后松，要求圆大松，出左脚，共作五次，马步站桩是本功法的主桩，起势两脚打开，玉剑同宽，内扣四度左右，两手在胸前，手心相对，缓缓提起玉剑柄，翻掌下蹲，顺势两手在腰间向后画弧，尽量往后，手心朝下，马步站桩它的要领，两脚打开，玉剑同宽，内扣四度左右，膝盖不超过脚尖，圆裆松腰松胯，瘦腹提肛，含胸八背，虚灵顶颈，舌顶上颚，鼻尖垂直于肚脐，面带笑容，两眼平视，开眼膜，北会或会阴成一直线，垂肩坠肘虚掖，两小背互相平行，不要一高一低，两小背或地面平行，中指的根或小背成一直线，
手指头称体型，一级比级高，拇指高食指称鸭嘴型，手心称瓦状，上虚下实。马步正装是本动工的主装，它的功力是体内反驳，加快血通量，相应的提高红血球、白血球、血色素，对心血管毛病、大脑供血供氧不足有疗效，对内脏供血不良有所改善。本功法是全息论，它是两内五行，心肝脾肺肾。马步正装不少于20分钟。马步正装如果感觉到腿酸、腰酸、脖子酸，可以活动一下。肩酸可以摸一摸肩，脖子酸可以晃晃。马步站桩无需一手，不要无劲，可以听音乐练功，增加气感，在大脑清醒下练功。下一个动作，扳指法。扳指法是本动功的关键，它是以中医理论经络学说为指导的，十指连心，每扳动一个手指就等于扳动一个内脏，往里增加你的热量，也就是说营养热能。扳指的顺序是2 4 1 5 3，扳指的时间是指掌关节按下去以后一分指一分半钟，再缓缓抬起高于中指以后再放平，再扳下的手指头。上虚下实，扳指法开始，两手松直，食指按下，脚趾也相应的按下，起到同气相通的作用。一分指一分半钟以后，缓缓抬起高于中指放平，无名指按下，第四个手指头按下，在同样的时间缓缓抬起大指按下，一分指一分半钟以后缓缓抬起小指按下，一分指一分半钟以后缓缓抬起放平中指按下。扳指的顺序是2 4 1 5 3，扳指的时间一分指一分半钟，如果有时间可以变一遍到两遍，一直到五遍都可以。扳指法以后放松一下，恢复一下马步正装。下一个动作，双杯揽月，两手向胸前靠拢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中指相对平行的移动。双杯揽月，劳宫穴，右手的劳宫穴对准左手的曲池，上下距离10公分，上身放松，不要重肩缩紧，
五分钟以后，两手放松，平行的拉气，气感就出来了。喝过相对像大盘展飞一样，共做五次，拉气放松，慢慢的气感出来了，进气，拉气，进气，拉气，进气。下一个动作，抱球，手心相对，离开胸窝10公分，上下距离2-3公分左右，手心相对，上虚下实，主要作用打痛任摩。5分钟以后，抱球5分钟以后，上下拉气，或头顶平，下手到会阴穴下面，缓缓压下，拉气，压气，拉气，压气，共做5次，压气。下一个动作是内劲站桩功，第10只手，10只手主要打动督脉，后面这个督脉通三关，两手交叉，缺口对准天突穴，向前用力，缓缓推去，坐腕推，推出去的时候呼气，缓缓呼气，推，面部自然，脖子不准使劲，向前推去的时候，后背前背拱起来，头不要低下去，面朝前方，放松收回，推，坐腕尽量往上翘，前放松后收回，吸气，推，共做7次，膝盖绷直，不准打弯，推，放松收回，推，放松收回。下一动作，两手护腰，单峰朝阳，伸出右手，4指并拢，5指扎开，走内劲，缓缓向前推出，尽量往前，放松，翻掌，向左手画弧，手从原来路线回来，放松，收回，换去于气门，推，伸筋拔骨，放松，一紧一松，起到劲的作用，内劲的作用就出来了，气感就出来了，紧松产生劲，动作7次，推，手不要超过胸脯，要低于心脏，推，放松，翻掌，左手推出，
放松，团长。下一个动作，仙人指路，两手一起向前推，平行的走内劲，前背推，推到尽头，放松，安上，手心相对，对哪里？对气门，勒下。放松，翻掌收回，推，放松，共作七次，推，下一个动作，力臂滑山，主要作用，气定四指，左脚向左一大步，两手在胸前交叉，胸前交叉，向上，缓缓回去，尽量往上，用力，缓缓劈下，脸朝前看，向前延伸。前放松，一停两至三秒，缓缓提起，直线。提起的时候，两个爪弯曲，指尖朝下。推，劈，放松，提起，共作七次，推，劈，放松，提起，推，劈。两腿不准打弯，绷直，把后面的韧带拉紧，放松，提起。下一个动作，海底捞月，怀中抱月，八王居里一起做，气血全身贯通，两手在胸前抄起，手心朝前，缓缓的向两侧拉开，气感就出来了，成大字桩，坐腕，展背扩胸，放松以后，手腕朝下，指尖朝下，放松，中指相对，像抱着一个大气球一样，怀中抱月，用劲抱起一个大气球，抱至锁骨处，翻掌，手心朝外，向上，腾讯叫八望举顶，两手托天理三焦，尽量往上撑，放松，大字桩，用劲紧，然后手心向内扣，放松，直接朝下，放松，海底捞月，抱起一个大气球，紧，抱至锁骨处，又放松，松，八王居里用劲，紧。手，这是紧松的关系，紧，
手筋尽量往上放松，从两侧缓缓下降，大指中筋手怀中抱月，放松，大腕举顶，放松，架子桌，两手翻掌收回，下面做调气功或转气功，手心相对10公分，滚气，拉气，手心相对，压气，气感就产生了，滚气，拉气，压气，共做3至5次，滚气，拉气，压气，滚气，拉气，压气。下一动作，转气法。下面这个手心，左手向下，上面手心向上，两手上下直线推去，这个叫顶天立地。然后转腰打开气门，这就叫转气法，放松，打直桩，放松，八卦圈，顶天立地，放松，八卦圈，大指桩，这也是紧松的关系，松，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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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圈要画的圆，收工，收工，翻掌，两手在胸前合掌画弧，共做3次，一，吐气，二，三，最后喊一声雷声收工，左脚伸出一大步，一，坐功，两脚打开预见同款，可以按照上身马步站桩的姿势，看电视、聊天、坐飞机、坐车都可以练功。要令，按照马步站桩的要令，就是坐着，一个背不要靠在椅子上，这是练的是什么劲儿，也是叫悬劲儿，悬挂的劲儿，要令相同。做功第二次，双手合直，两手由上转下，中指紧挨着，手心放松，中指和鼻尖伸个直线，两手微微的抬起，
虚掩，这个叫双手合指，单手合指，两手交换，手从里插进去，单手合指，拇指对准鼻尖十公分，上海穴对着左手的老孔穴，右手或者累了，左手累了可以交换，时间随意。做功叫如来色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上都可以，拇指相对，也可以两脚抬起，也可以两脚成马步站桩。另外做功也可以在炕上，在床上，在坐垫上，下面介绍卧功。卧功面朝南的方向，两脚交叉，左脚也可以在上，右脚也可以朝上，随意平卧，最好垫个枕头，全身放松，两手手心朝前，最好离开床，离开垫子，也就是说马步站桩放平了的气感，手累了可以放松一下，休息一下，这样气概强，这就是我们的卧功，介绍完了。下面介绍马步站桩震荡功，也是说颤抖法，俗名叫快速得气法，快速得气法。马步站桩，纠正好姿势，两至三分钟以后，两腿进行颤抖，主要的原理或功理是棒的原理，加速血液循环，加快血通量，更快地进入到气孔态，两腿震荡，时间一般在20分钟上下就可以了。下一节是一字功，在双背揽月的基础上或扳指法，这是根据世界超人王有成的启示改编的。双背揽月，上下交错，
手指蠕动，主要开发你的右脑。做四次左右，这是平衡脑子，也是叫交缘。四次左右，下一节是在抱球的基础上进行，加了一个动钩叫双龙洗珠，也是自我导引，自我灌气。四次左右，快速的气法。第四个动作，三元灌气儿，在主窍、盘中、神阙，两手手心对着面部，自我灌气儿，自我导引，以主窍为点。转三圈，一、二、三，弹出去，顺势而下，三圈，肚脐眼，神阙。顺势上来。共做九次，两个 S 型，这是1993年改革创新提高的四节动作。要求缓缓的、悠悠的，介绍提高班动作。提高班也要做准备活动，双咬背，右脚向前半步，右手抬起，手阴阳掌，右手在上，左手下，上下盘旋，转腰看后面，手心手心相对，共作十次，
主要是四肢不合活动性，这是准备活动，也叫热身法。第二节，单盘。呈螺旋形，手心朝上，拖着一个碗一样从头顶过来，这个叫单盘。转动下腰，也做四下左右，主要是活了一些关节。手要端平，平行，向里端平，尽量端平，端平，从头顶绕过去。做四下左右。下一节，抬大提气，大马步，手背相靠，手马步蹬当时，两手扎开，吸气变拳，变成掌往上提气，中指超过鼻尖，吸气。呼气，吸，呼，这是叫抬打，用你的上背抬打你的两肋，往上提气，吸，呼，呼，让自己的身体练成铜墙铁壁，叫气功拍打。下一节叫运手带配重，大马步从这地方抄起，这又叫哪吒功，全身放松，也是和太极运手一样，拉开，马不站桩，带配重。马步站桩的要领和普及班相同，所不同的带一个配重，这就是练内劲。练功有素者，3至5斤可以逐年的功力提高，逐步增加，往前可以一亿。这是一个玄境，也是暗境，就是内境。收功动作，两手放松一下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两脚
90度角，沿着左肩的方向向前延伸，虚部重心落在后面的腿上，上手起势，虚掖，四肢并拢，站姿后仰，右脚一指弓，后面的手指一指，指着脑孔穴，腿累了可以换腿，眼睛朝着前方，龙形桩前后步，脚尖朝前起势，前腿是个虚步，重心落在后面这个腿上，眼睛从这看出去，右手在腰部呈龙爪形朝上托天，身体转过来，尽量坚持最后一秒钟，就长功力的换腿，虎形桩预备，左面这个手和头顶平行，手心倾斜朝下，后面下面这个手桡骨穴打脾关，这个桡骨穴左手的桡骨穴打合谷，前腿弓要求膝盖超过脚尖，后面这个腿要内扣，脖子炸开要内扣，起势，前腿弓后腿蹬，上体保持正常，左腿累了可以换右腿，上虚下实，金刚功这个腿提起，左手提起，右手提起，端平脚尖蹦下，左手打右手的合谷，罗汉桩，也就是说单腿练功，双手合折，腿翘起，单手合折，顶天立地，两脚尖朝外，右脚一指桩，手心从内，
庄，又叫剑子庄。前面虚步，重心落到后面腿上，用后面手指对准力区透合骨，换腿。莲花坐，这个腿向后一坐，坐下去，又可以做双手合指，也可以做顶天立地，这个就叫莲花坐。单手合十，放松收工，行功啊，行功，出左腿，出右手，转腰。起步就是摩肩带步法，一直铲，全部功法介绍完了。Thank you.